沉下气，来无踪去无迹，为民除害仗正义，仗正义。挥霍恨之恨，贪官污民上门下骗把兵器，恨之恨富贵豪强民脂民高人挥霍，恨之恨贪官污民上门下骗把兵器，善恶别说了，我自有安排。大清年间，民间流传着一个神秘的传说：义侠白兰花为民除害，惩治富豪，屡建奇功，只因他来无影去无踪，人称怪侠。贪官污吏谈起他是魂飞胆散，平民百姓却人人拍手称快。史官把这个传说编入清朝野史大观，向后人叙述这个神秘的怪侠。其人入世无冬无夏，临去留白兰花一枝。跟上我们的，快点快点快走，快点，货都到齐了，知县大人让你妥为保管，待巡抚大人一走立即送回县衙。巡抚徐大人来了吗？我们押镖的时候他还没有到，今天应该到了。这一路上白庄主尽管放心，我们这一路上十分机密，连推车的人都不知道车上装的是什么。很好，请白庄主写个收条吧，我也好向知县大人复命。忙什么，白总管在带镖头和车夫用饭。是。
我是没罪，没罪，没罪。哎呦呦！四海娘娘，哎呦哎呦，大人别闹，大人大人别闹，哎，大人大人大人别闹。彩娘，好好服侍巡抚大人，把大人服侍的舒舒服服，等拨下赈济粮款，本官重重赏你。放心吧，大人。你看，被褥都铺好了。哎，我没罪。大人没罪。听我说，大人没罪，谁说大人罪了？是没罪。您还能喝上三杯四杯的。对，大人好好歇着，这有彩娘陪着，下人就告退了。哎，彩娘。大人，民女在这儿。大人要歇息了，你们退下吧。啊，这，啊，你也放心歇着吧。前前后后都有捕快把守，白兰花不敢来了。白兰花？嗯，我正要会会他们。这次大人来，你可得明白明白。好好，请喝啊！你们喝吧，我先去歇着了。那好，请便。娘她，大胆毛贼，竟敢偷到白家来了！
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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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哪里逃？追！知道我们还不拿了，拿的就是知县狗官的不义之财。快！哎！哎呀！哎呀！赶快出来送死！啊！白兰花！林镖师呢？他不和我们睡在一起。妈的！走！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啊？
娘。宝贝儿，你还蒙着被睡呢？哎呀，热不热呀？干什么呀？别弄了，这大腿真胖。你是谁？你大胆的秃驴，你能闯到夫人的床上来？快快来人呐！白莲花，快来人呐！走，哎呦，小人在，快去叫人抓白莲花，快抓快！大人不必惊慌，谅他也逃不出去。大人，大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大清早的，我哪儿不好？大人，真的不好了！巡抚大人发现了白兰花！快，快点，快叫班头前报！前班头，前班头，大人传你，有什么事吗？昨夜陪巡抚的林彩娘，她竟是白兰花啊！她怎么会是白兰花？快走吧。走。彩娘，彩娘，彩娘，爹，彩娘。你没事吧？爹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听说女儿有难，我心里一急就赶回来了。给。你没出事儿，爹就放心了。爹。我把那巡抚狗官给戏弄了。你爹爹押镖走了以后，我上街了，偏偏被刚来的巡抚狗官看见，狗巡抚荒淫无耻，非让女儿去侍奉，女儿是被强行拉进县衙的。你，哎呀，你这不懂事的丫头，服侍巡抚也是你应该干的。爹，你听我说嘛。女儿绝不是下贱之人，女儿戏弄那狗官是想出口恶气，趁他醉酒之时小失气功，剃了他的头发。啊，你，哎，你知道你惹下什么祸了吗？我，那狗巡抚找不到人，肯定要找到家里来的。这，哼，管他呢，出口气再说。哎，我本想这次押镖回来之后，就把你和周海峰的婚事定下来，我也就静心了，也对得起你死去的娘了。这事儿听爹的，别看周海峰不会功夫，但他为人正直善良，是个好汉。爹，这年头会功夫容易招惹是非。哼！老。老爷，啊！哎呀，你们不知道三国曹操以法代首的典故？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大人受惊，卑职有罪。白兰花割了本官的发辫，就是割了本官的首级。自打三皇五帝开始，只有大清我们男人的头上才有了一条辫子。此事倘若被万岁也知道，怪罪下来。小人有罪，小人有罪。而今恶善川渝那边正闹着白莲教犯上作乱，扰得万岁爷坐卧不宁啊。而今你们这又出现了白兰花。大人容禀，据卑职所知，白兰花绝非白莲教，卑职以为发现了白兰花倒是件大好事。胡说，白兰花随意戏弄本官，你还敢给他称好？卑职不敢。大人，
卑职以为那白兰花过去作案，一直是隐姓埋名，来无踪去无影，屡屡与官府作对。卑职虽多方捉拿，一直未能捕获。现在白兰花原形毕露，卑职正好将他捉拿归案，为大人申报割辫之仇，也为官府除去心头之患。哼，你还啰嗦什么？还不赶快给我去捉白兰花！你惹下大祸了。那狗官绝不肯与我们善罢甘休，爹爹不想出个万全之策，就要大难临头了。这班头钱包，小人在。本官命你缉拿多日的白兰花，可曾捉到？大人，那白兰花隐姓埋名，来无踪去无影，小人虽多方查询，仍不知白兰花下落。够了，白兰花昨夜在巡抚大人的客房出现了。哼，暴露了真相。谁？林彩娘。林彩娘？林彩娘割了巡抚的头发，连夜逃走。哎，割了巡抚的头发？笑什么？你带领捕快速速追捕白兰花，不得有误。大人，白兰花武功高超，林彩娘亦闺中女子，怎么这我证据在手，难道本官冤枉她不成？趁林镖师未归，快把林彩娘捉来。哼，捉不到太关键我。遵命。闪开闪开。去孩子，听爹的话，赶快出去躲一躲。不，女儿一走了之，不把祸水引到爹爹身上了吗？师父，师父，前门头的捕快来了。知道了，去吧。嗯。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，正面能抓到，反面抓不住。抓住了，白莲花，抓住了。乖乖，就是这儿。林表示你回来了。钱班头这么早就登门拜访，有何贵干？表示小弟奉令捉拿白兰花。白兰花是我？哼，是令爱。笑话，谁不知道白兰花是武艺超群的隐侠？小女身居闺中，从不舞枪弄棒，怎么会是白兰花？小弟也不相信。可昨晚侍奉巡抚大人，乘大人酣睡之机割下发辫的恰恰是他，而且还留了一只白兰花。林表示你是明白人，小弟吃官家饭归官家管，不能不执行公务啊。是大义灭亲亲送彩娘归案，还是让小弟送去？你送也罢，我送也罢，只怕我这烟袋锅不让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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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儿呢？啊，在屋里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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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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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
你报案了！白兰花，白兰花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哦，快起来，哎哎，起来！哎呀，林镖师。难道你也以为令爱是白兰花吗？你不相信，为何又要抓人？公务在身，怎能拒之不从？镖师想开解，莫如容小弟回去复命。你在外边设法搭救，小弟在里边极力周旋。哎，告辞了。林大叔。彩娘让知县当白兰花给抓去了。师父，师父，师姐让你赶快出去躲一下。嗯，我先找知县老爷问个明白。哎，林大叔，林大叔，大人，民女有何罪过？因何聚到堂前？白兰花，你也有今天呐！白兰花。大人，民女不是白兰花，也不知白兰花是谁，望大人明察。白兰花素将戏弄朝廷命官的作案经过交代明白。冤枉啊！冤枉，你冤在何处啊？大人，您让民女服侍巡抚大人，这虽非民女本意，可为了灾区父老兄妹，看在大人您的份上，民女还是服侍了巡抚大人。巡抚大人睡下后，民女也歇下了。今早醒来才发现已在家中，连我也觉得奇怪，哪知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大人说民女是白兰花，岂不是活活冤枉死民女吗？你还嘴硬，再给我打！且慢。嗯，嗯，彩娘。爹。大人，给我拿下。大人，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小人押镖刚刚回来，怎么抓了小女，又抓我？林镖师，你还认识我吗？白庄主，昨天押镖到贵庄，今天如何不认得？林无忌，你知罪吗？小人为大人押镖，小人押镖刚刚回来。就听说小女彩娘，先不说那事，你押的镖呢？小人已按货主嘱托，将货押送到翠峰庄白庄主家。好，白庄主写的收条还在我身上呢。这一招玩得真漂亮啊！你把货押到了，让我写了收条，然后把脸一蒙，趁夜倒了出去。倒了出去？没有，没有，倒了出去。大人，小人冤枉。你冤枉？小人真的冤枉，我确实没有盗窃锁押之镖，请大人明察。我问你，镖押到之后，车夫都在白宅，你哪里去了？小人在白庄主家吃过晚饭之后，就到客房歇息去了，一进屋看见桌子上有张字简。哼。啊！白兰花，你这是白兰花，别让他跑了！大人容禀，这白兰花是放在字简上的，显见是白兰花报信。大人，或者说白兰花为了盗窃镖物，将我引开。你编的倒不错呀，可惜你骗不了我。押送这批货，只有天知地知你知，我货主知。难道说货主告诉给窃镖人不成？看来我打你是不招啊！小人冤枉啊！种子三十，下。大人真是艳福不浅，刚买了两个姑娘，长得那个俊俏，就像七仙女儿似的。不要胡言，难道大人要在这儿下计吗？不知者不怪，去。把新买来的姑娘和别有姿色的姑娘都给我穿。哎，是，快，快，
抬起头来。老爷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老爷，他叫……让他自己说。我叫喜姐。今年多大了？18。嗯，你呢？我叫喜妹，16。哦，好，好，喜姐、喜妹留下，其他都退出。哼。妈。喜姐喜妹，本官传见你们，可知所谓何事？相已不知。此次巡抚大人视察灾情，路过毕县，本官命你二人服侍巡抚大人，你们二人务必要精心精意，不得敷衍。服侍大人，小女义不容辞，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讲。只是大人官高位显，小女怕一时服侍不好。老爷放心，这两位姑娘是……你也出去。你们两个不要顾虑，一会儿孙大人代替巡抚大人先预演一遍啊。本人总敢和巡抚大人相提并论，没用的话不必说了。你也出去。来啊，来啊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大爷，我们先演习一遍呐。啊，管爷请。二位来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这边请。请请啊。周掌柜，介绍一位朋友，巡抚大人的随身护卫管爷。久仰久仰，幸会。请请请请。周掌柜不必这么客气，邻家妇女的事嘛，哥哥我自然会关照的啊。白兰花一案牵扯到了邻家，他们是本分人家，怎么会是白兰花呢？哎，知县大人有据可查，这个哥哥我可不敢胡说啊。请请您走啊。管爷慢走啊，慢走。我也走了。兄弟，您慢走。我看你也是白惦着林彩娘，听说她要找一个功夫高的人做丈夫。她是这么想，可她爹恰恰想给她找一个武功的人。林彪师既然看中我，也许就是因为我不会武功吧。承蒙错爱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也该尽尽孝心呐。哦，请，请。管爷，买上买上。哦，听师爷说，知县老爷给巡抚大人预备了两个货真价实的。嗯，也给管爷预备了。好，好，请，钱大哥。管爷请。送给你和管护卫。这请笑纳啊。哎呀，周掌柜，我们都是老朋友了，还用得着这个吗？啊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管爷啊，这个给大人请安。嗯。哟，给大人请安。起来，起来。让喜姐喜妹服侍大人。您看，喜姐喜妹名字也好，抬起头来，哎呀，真漂亮啊！可别抓了一个白兰花，又来了两个白兰花。大人放心，卑职抓住的白兰花不是一个，而是两个。
两个？两个，押在大牢，插翅难逃。好，本官一定要禀报皇上，重重赏你。谢大人。那是什么呀？看花眼了吧？大人，这明珠在暗处更亮。哦，熄灯。真是一对宝贝。孙大人，你这知县干得不错嘛。大人，卑职已经干了18年了。还有干一辈子的。是大人。自打你们知府奉职进京后，本官你在府内知县中选一德才兼备者。谢大人。点灯。快来人呐！快，快来人呐！快！哪路英雄，报个姓名。哼，少啰嗦，抓着再说。管爷，是我。呸！老爷，哎呀，大人，刚才黑乎乎的是什么东西？好像是条黑犬。白兰花。大人，抓住没有？没有。废物，都是他妈一群废物。孙知县，小人在。限你7日内捉住白兰花，不然抬棺见我。老爷快醒醒。老爷快醒醒啊，白兰花又来了。白兰花还没来呢。快走，快去找老爷。找老爷？不找老爷怎么行啊？对，找老爷去。孙夫人呐，您知道我们那点钱挣的可是不容易呀。是啊，青天大老爷，您可要为小民做主。大老爷，给我们做主啊！大老爷，给小民做主啊！你要为小民做主啊！姐夫，你看看。哦，白庄主，你也收到了。你们也都收到了吗？我收到了，收到了。
们看看，你们看看，怎么，您收到了？收到了。哎，周掌柜，收到了。这回如愿了。大人此言差矣，小人倡议为饥民捐粮捐款，一是为大人您着想，二是为诸公嘛，三也是为我个人着想的。割了我身上肉，还是为我着想？就是嘛。周掌柜的财产乃是祖宗所传呐。就是就是。散发出去就不心疼吗？大人，乡野连年受灾，灾民日益增多。古人言，君者周也，庶人者水也，水可载舟，也可覆舟。前车之鉴，我等不能忘记。小人怕灾民闹事，方动了捐献之念。哼，见无人响应，小人早就弃之不顾了。周海峰，要不是你提上捐献钱粮，白兰花就绝不会前日所难。白庄主，你怎么知道我不倡议，白兰花就不会动今日之举呢？你，哎，都别说了。大人，粮款之事我看就。好，那就按字典上的要求办吧。老爷可不能把钱白给我们那些穷鬼呀！解放不能给呀！去！为我们做主啊，老爷！都给我走！就按字典上的要求办，他要多少就给多少。本官自有妙计。不能上当，不能上当。哎呦，人家县太爷说了，拿出去多少拿回来多少，人家都不怕丢，咱怕什么？县太爷家财万贯，哎，他才不在乎这一点呢。我们要是把银两一送出去，可就是肉包子打狗啊。哎，不能上当啊。哎，拿来。孙大人这一计可真是妙不可言呐。如此看来，林彪氏父女二人并非白兰花，依小人之见，莫如释放。不，还不能确定他们就不是白兰花。大人，嗯，在下以为不如放出林彪氏父女，让他们协助擒拿白兰花。再说中午的盛会，白兰花必然有所准备，单靠捕快这恐非对手。对呀，班头所言极是，只是不宜两人全放出。那好，先放林彪氏。如果他擒白兰花有功，证明林彩娘不是白兰花再说，如何？这怎么能让林彪氏为大人效劳呢？依小人之见，不，他父女出了大牢，还不远走高飞呀？也是啊，能否请管护卫助一臂之力呀？本官受命捉拿白兰花，冒犯镖师，多有误会，请镖师海涵呢。既然大人这么抬举我，小人我一定效劳。只是这小女，另案一案，实在是棘手，巡抚大人一定要捉到割辫之人才能放了林彩娘，我实在是爱莫能助啊，只有尽快抓住白兰花，洗去令爱不白之冤，我才好说话呀。好吧，小人一定效力。那白兰花真够神的，一夜之间给全县的大户家家飞花传信呐、飞花传信。您这太急了，白兰花真是神了。听我说，今天下午在华严寺赈济灾民，分点钱粮，是真的。这您的菜呀，钱粮哪来呀？巡抚大人刚下来巡视灾情啊。是啊，听说是啊。钱粮啊，还是大富人家出啊！哎，大富人家谁听他的？哎，这走，早点躺下。行行好吧，帮帮我给点吃的吧。哎，行行好，哎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去不去？你是要钱还是要命啊？我都要，我就是不信白兰花。
打！哎，哎，安吉，你还打我？银两二十送上，一定把银两二十送上。那些黑心肝的，能舍得割身上的肉？就是，听说白兰花呀下了死令，不送来。白兰花可是好人呐，是，我也保佑他。对。大哥，你可得快点走吧，快走。快，请。什么时候能发呀？哎，这位周掌柜不是本地人吧？啊，他从外地来了七八年了。他不会武功？不会。若是会功夫，林镖师绝不会把彩娘许配给他。彩娘也怪，非要找个功夫高的人。就因为他不会功夫，林彩娘才没吐口。哦。大人，请。啊！白兰花，白兰花，白兰花，去看看。白兰花，白兰花，这。大人，一朵小小的白兰花，何必如此惊慌？把这个秃驴给我拿下！走。慢，大人一定是将贫僧当成白兰花，误会，误会，跟大人一样，贫僧也是遵命而行。退下。不信，大人请看。为解民苦，照本宣科，倘若胡来，小心脑袋。一步下单，一身下气，来无踪去无迹，为民除害仗正义，恨只恨富贵豪强，民脂民膏人挥霍，恨只恨贪官污民，上门下骗把民欺，恨只恨贪官污民，上门下骗把民欺，善恶有报，恶有时，镖子流星箭子飞雨，镖子流星箭子飞雨，啊，就一个分天覆地，就一
您是测字还是抽签？那就先测个字吧。好，来，算命的，算卦呀，算了吧，请。啊，这个过去。哎，这没西瓜了，哎呦，我想买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好好好。好，再找一个。您要测什么？哎，看嘛。连这个都看不出来，还敢在此摆卦摊儿？这个不错。依我看，您是在找人呢。嗯。如果我没看错，您是在找一位姓白的人。你可知他在什么方向？东北。东北。嗯。哎，我再抽个签如何？好。请便。看，请慢走。好孩子，白莲出污泥，蓝草变荒地，花落花又开，多少天下迷，多少天下迷。看这签，先生官居高位，哎呀，莫不是我们的父母官吗？哎，免了免了，你说下去，说下去。大人，小人不敢信口雌黄啊。哎，但说无妨，坐坐。哎，老爷仕途坎坷，这和您要找的那个姓白的人有关呢。看来你还有些眼力啊。宋大人啊，免了免了。东北方向，东北方向有可疑之人。华严寺不是在东北方向吗？华严寺，大人，有一个人非常可疑。谁？昌邑县里附身，为灾民捐献钱粮的是谁？华严寺之举不正是这么办的吗？你是说周海峰？嗯。可他也受到白兰花的自检了。人是最难琢磨的。嗯。哼。大人不知为何对小人动用酷刑。大胆强贼，白兰花！大人，小人不是白兰花，我冤枉。我冤枉，再打他40，看还冤枉不？孙大人，容小人禀明原委，愿凭大人杀打责罚。说，大人说小人是白兰花，有什么凭据？凭据当然有啊！2个月前，是谁倡议县里富户为灾民捐粮捐款呢？是我。那今天又是谁在华严寺前逼迫富户捐粮捐款呢？白兰花？你说你不是白兰花，有谁相信？白兰花虽然也为灾民着想，却与小人绝非相同。请问大人，巡抚下来巡视灾情，赈济灾民，难道他也是白兰花吗？这大胆贼人，怎敢与朝廷命官相提并论？比喻不当，
道理相同。小人想巡抚大人知道知县这一善举，也一定会高兴的。目前灾情仍不见缓解，倘若灾民生计无着，吃了大户，那可绝非是一两个白兰花可比。不要说财产，我等性命都难保全呢。我完全是为了大人和诸位着想，不料蒙此不白之冤。大人，不要听他胡言乱语。他要不提倡捐献，那白兰花未必逼我们。就是。滚，都给我滚。是。慢。七八年不见，廖大侠怎么变成周掌柜了？管护卫，鄙人叫周海峰，不叫什么廖大侠。廖大侠，你装得好像啊。管护卫，你这话鄙人可担待不起啊。七年前巡抚大人夫人手上的金镯子被盗，酒没破案，不是轻你。鄙人一直以酿酒为业，怎么会住官机道？管爷一定是认错人了吧。来呀，把他给我打入死牢。慢。孙大人，你到底要捉拿白兰花，还是要捉拿廖大侠？少啰嗦，押下去。林镖师，心绪不佳，就少喝几盅吧。彩娘，我知道她，她怎么会是白兰花呢？是官府先拿她顶着，等真的捉到了，就放她回来了。可真的在哪儿？花园寺前发生的事情，我全明白了。白兰花是个义侠，为穷苦百姓着想，我怎么能捉他？可是我不捉他，我的女儿彩娘怎么办？若那个白兰花果真是义侠的话，彩娘有难，她能袖手旁观。我不该接这镖，我不该接这镖啊！林镖师，您不好了。周掌柜被衙门扣下了。哼，狗官。还有那个管雷说周掌柜是什么廖大侠。慧远大法师，想不到宝刹真是藏龙卧虎啊。大人，此话怎讲？本官多日缉拿的白兰花竟在宝刹。哦，是哪一位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还用我说吗？贫僧实在不知，只有请大人指点一二了。你捧上的折子里，白兰花从何而来？哦，贫僧今早醒来，看见室内案上有一朵白兰花，还有给贫僧的一张字简。贫僧觊觎白兰花的武功，只有依此行事。大人说贫僧就是白兰花，真是冤在王爷。阿弥陀佛。可曾见到送花之人？实不相瞒，贫僧也正想见见他。可曾有别人来过？寺内烧香拜佛的人终日不断。我问你，曾有可疑之人？凡来寺内进香者，都是潜心向佛的，大人。嗯
大人，大人，你们啊！啊！白兰花，大人，大人，白兰花已经被抓住了。大人，嗯，大人，真正的白兰花被卑职捉拿归案了。哪一个呀？他就是碧水泉酒坊掌柜的周海峰。你敢肯定是他？卑职敢肯定。据管护卫讲，当年大人内眷手上的金镯被盗，还是他捕获的盗贼。大人看他功夫极高，想收留他，他不肯。大人又怕留下祸患，便让管雷把他处置掉。他跑到这里隐姓埋名。哦，此人手段极高，不可大意。是，捉住了白兰花，你为朝廷立了大功，本官绝不会亏待你的。多谢大人栽培之恩。嗯，来，喝点吧。再来一杯。慢上，慢上，慢上。来，马上马上马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来来，我不行了，来，好了。真的娘的困呐，困也不能睡啊，那是要饭，跑了，你我可得掉脑袋呀。哎，眼睛也睁不开了。让你说的，我也受不了了。别睡呀、啊！先留几天，我们要是一起出去，我不真的成了白兰花了吗？啊，可我一个弱女子，手无缚鸡之力，万一碰到捕快，不是白费你一片好心吗？彩娘，那天晚上你给巡抚剃头的情景我都看到了。是你？快走吧。那胡月娇呢？她是我师姐呀，别猜疑了，快走吧。真没想到周海峰竟有这样一身好功夫。真人不露相嘛。爹给你挑的女婿还可以吧？爹，你当初可是说他不会武功的，说女儿没功夫，就找一个不会武功的，这样才不会惹是生非呀。那这回该满意了吧？可他还在狱中呢。
鬼丫头，放心吧，爹当然会想办法救她。爹。去把那个算卦的给我抓来，让他胡说八道。大人，那人算的倒不错，那帖子上的每一句话小人仔细研究过，实际上是一首藏头诗啊。嗯，什么藏头诗？你看，白莲出污泥，兰草变荒地，花落花又开，多少天下民。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，不就是白兰花多吗？白兰花多。多多多少天下民，多少多抓抓，凡是和白兰花有牵连的都抓来见我。出来，带走，带走。开门，开门，快开门。林镖师，彩娘在什么地方？彩娘不是被压在大牢里吗？前半头林彩娘被白兰花救出来了。好啊，公务在身，请多多包涵。走走走走，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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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知县老爷他妹夫，你们敢抓我？你就是知县他爹，也得跟我们走一趟。嗯，县官老爷，这些人都是笔店主顾，你们抓了他们，不是砸了我的饭碗吗？刑府大人和知县老爷说了，为了抓住白兰花，凡是有嫌疑的都得挨个盘查。走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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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爷，老爷，我冤枉啊！先打此事。老爷，老爷，这我冤枉啊！老爷，你怎么连问都不问？哎呀，就打呀！你们这些刁民，不打能招？打！大人。大人，白兰花已被小人抓到。白兰花在哪儿？要肯依我两条，小人即刻把白兰花押送到案。讲。第一，释放所有的老百姓。这个依你。第二条。第二，释放周海峰。这个嘛，要禀报巡抚大人才行啊。不答应，白兰花我是不会押送来的。好，都依你。来呀，放人。这。哎呀，谢谢谢林镖师了，谢谢谢了，请起来。好，请起来。走吧，走吧，走。好，请回吧，请回吧。第一条已经兑现了，你总得让我见到白兰花，才能放掉周海峰。我说了，你放周海峰吗？君无戏言，本官也无戏言。哼，那好，就是我。我问你，你是窃镖的呢，还是割发的？都是我一人所为。哼，翠峰庄和县衙相距数十里，你既窃镖又割发，难道有分神术吗？割巡抚发辫的是林彩娘，不是，一定是周海峰，一个酒坊老板。从不舞枪弄棒。周海峰早在七八年前就是京城武艺高强的侠客了，为避祸才隐姓埋名来到本县继承祖上的基业。这次见巡抚大人来，他为报前仇，先割下巡抚大人的发辫，不放心，他又将彩娘送回家中。你们包庇周海峰，
花言巧语来欺骗本官，左右给我拿下。撤。大人，既是周海峰为报仇而戏弄大人，为什么不杀了巡抚呢？不知道三国有以发代首的典故吗？天哪，哎，那位官爷，您吃喝足了，得把酒菜钱给留下，朝你们孙大人要去。哎，官爷，吃喝的是您，我们跟孙大人能要得着吗？官爷好重的身子，请稍后。管护卫光临。笔殿蓬荜生辉，请坐，请。这凳面凸凹不平，让管爷怎么坐？请坐。管护卫，请坐。我陪管护卫喝三杯。管护卫，请。一块废肉已经收拾掉了，管护卫，请，请。哼。喜姐儿换完了吗？等一会儿嘛。老爷，您真偏心眼儿。媳妹儿啊，来来来，你先吃。知县大人到。仙气已到，你抓住白兰花了吗？抓到了，不是一个，而是两个。就是割断本官辫子那个。抓住了，抓住了。啊，就是周海峰，明天要把两位白兰花押赴刑场，处以极刑，请大人。进展。大恩人，真是的。
子，哎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狗官站住，白兰花来也。白兰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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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兰花。白兰花在此。你就是白兰花。我就是白兰花。翠峰庄盗窃官银的也是你？那不义之财本是取之于民，如今还之于民，怎能说盗窃？那割据巡抚发辫的还是你？是我。他真是那夜到庄上与你我决斗的人？像他。不怪，将盗贼给我拿下。撤！大胆的白兰花，休得猖狂，看刀！还比试什么？你的死期已到。总管，是我啊。白兰花，无耻走狗。大人，看见谁是真正的白兰花了吗？看见了，看见了。马上释放周掌柜和林镖师。上有巡抚大人，卑职不敢做主啊。巡抚大人要你们抓的是真正的白兰花，你把两人放了，我甘愿束手就擒。此话当真？大人啊，不能放。你可记得那首藏头诗？不能放，能抓住白兰花吗？再多要一个一个的抓。放人。这样吧不行的，这样吧不行啊，他会逃脱的。他会缩骨法，用布缠上，缠上，快拿匹布来。进去。这回我看你还怎么跑。冤枉啊，大人，我冤枉啊，冤枉啊。爹，别怕。大人，我冤枉啊。冤枉，白兰花也贪生怕死了。大人，这声音怎么像狱卒赵小四儿啊？啊！割开白布，就地斩首。这冤枉啊！大人，我冤枉啊！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卑职赵不福州，容卑职为大人设宴送行。嘿，
难道说还要白兰花再来戏弄本官不成？白兰花已经被我处决了，走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。白兰花！快，白兰花！白兰花！快！白兰花！抓白兰花！快！放箭！快！放！快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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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着去，这。啊！不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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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